阿拉伯数字是这样写的，每一次老师都说，西方写有一个横，在中国写是没有的，只有横折，没有折页痕。这个辅音的发音是七，还有一个辅音呢，不是 x，在拼音里它是西，我们对应一个汉字，西方的西。西方的西，还记得我们说方位的时候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就是这个西，左西西方。西方的主要国家是哪些呢？美国、英国，对吧？对应的是中国，中国是东方古国，是在东面的，在地理位置上。好，也有同样有四个发音，鸡、吉、几、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，七呢也有四个发音。起，起，七，起，起，气，一声，二声，三声，四声。好，同样的，西也有四个发声。西，习。喜，一声，二声，三声，四声。好，我们写一下这个拼音啊。四线，三格，点儿写在第一格，生字写在第二和第三，这个鸡占了三个格。七，四线，三格。这个大头站在第二格，这个竖站在二和三，这就是七。然后是西，四线，三格，它只在中间这一格，是西。鸡，我们对应了这个汉字，就是。小鸡，叽叽叽，公鸡，喔喔喔，母鸡，咯哒哒哒哒，它下了一个鸡蛋，对吧？它很开心。公鸡是要打鸣的，早晨说起床喽，喔喔喔，鸡。然后呢是七，这个七对应的汉字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汉字的七。这是阿拉伯数字的七，然后呢，这个不是 x，这个是西，西方的西，左西右东，西方的西。好，我们读一下这四个音啊，鸡、吉、几、气、七、奇、起、气、西、西。喜喜戏，拼音在拼读的时候呢是这样的，辅音元音往一起组合，然后带声调，鸡一鸡，西一席，鸡一吉，鸡一几，鸡一季，然后是七七一七，七一齐。七一起，起床，七一气，生气，不能生气，学习是开心的事情，不能生气啊。西，西一西，西一习，西一喜，西一戏。好，拼读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先讲一点点，
慢慢每一次的重复，你就会记住了。好的，今天学的是这三个辅音，鸡、七、西。鸡，公鸡、母鸡、小鸡，我们吃的鸡肉，鸡。七，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，西，西方的西，左西右东上北下南西。鸡，几，几，季，七，起，起，气。我们说啦，起床啦，我又生气，记住了吗？然后呢，西呢，西，洗，洗，细，这个不是 X 哦，这个是西，这个是七，这个是鸡啊，记住了，鸡七西，鸡七西，鸡七西，鸡几几季，七七七七，七七七七，七七七，啊，记住了吗？鸡看到了，咯哒咯哒，公鸡，不对，咯哒咯哒是母鸡下蛋了。鸡，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西，西方，左西，西西西西，好，三个辅音字母。好，还想再认一个字吗？比如习，学习的习就是二声，洗，洗衣服的洗。然后呢，这个气我们刚才说了什么？生气的气，可以生气，学习是快乐的事情。那这个呢，起床，起，吃午安。